是一张规则怪谈类地图，当你一觉醒来误入未知空间，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事件走向。牢记生存法则五条，努力逃出这座房子。我是一名胆小蛋，无意中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，四周看起来是如此寻常，可是突然出现的鬼脸却又告诉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来到床头柜这里，打开抽屉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再看一下窗户这边，同样没有看到线索。把窗帘拉上后，房间内就剩一个衣柜没有检查，吓我一跳，里面肯定藏着什么东西。咦，居然是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三条规则怪谈守则，难道这就是逃出房间的线索吗？30秒后，卧室房门自动打开，我来到了客厅窗户旁边，这里千万不要拉开窗帘，否则会暴露屋内有人。走到门口时，外面传来剧烈的敲门声，敲门的人自称是我的爸爸。可是当我来到父母的卧室，发现他们并没有出门，旁边这道门后面是卫生间，马桶内时不时伸出诡异血手，浴缸里还会涌出大片血水，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依旧没有摆脱怪谈世界。可是我明明没有违背规则啊，难道房间内还有其他信息吗？果然，在卧室房门后发现了另外两条怪谈守则，第五条很好理解，就是你在房间内看到的一切恐怖现象都是幻觉，所以当你来到冰箱这里领取食物，看到里面的场景，千万不要害怕。正常用餐以后，它会提示可以回房间睡觉了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使用拖把卡住父母卧室的房门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。当你点击睡觉的那一刻，房间内突然场景切换，布局还是那个布局，不过色调变得更加诡异阴森，窗户旁边的花盆被血色手掌取代，整个房间一片泛红，或许这才是怪谈世界真正的样子。到了这一步，千万不要去冰箱内拿食物，否则会掉入怪物的陷阱，也不要去电视旁边拿钥匙，因为你根本无法从门口离开，唯一的选择是立刻打开父母卧室的房门，这里因为有拖把的保护，避开了规则世界的侵入，从窗户上跳下去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，一切都已恢复如初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现在我们可以放心打开房门，终点就在眼前，拯救被困的队友后，一起迈向胜利吧。